馬來西亞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黃宗澤，很開心有機會參與七十二家租客的演出。現在我身處個旺角的西洋菜街咧，就喺度食一盤菜。但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角色嘅。首先我的角色咧，就當然是曾志偉個仔啦。但係好奇怪啊，一個咁高的人咧，點會係曾志偉個仔咧？就攞完機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又愛上咗係仇人啊，細仇咧個女嘅，就係鄧麗欣，有鄧麗欣喺度啊。好一次，啊冇錯啦，我介紹埋佢啦，就咁樣就拍啦 ，OK， 唔該曬。Hello， 大馬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張麗欣，恭祝大家新嘅一年個個都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，萬事如意。咁咧，今次啊呢部戲啦，特別加最後裏面嘅角色就叫做狐狸肉啊，學狐狸肉啊。咁啊，跟住佢嘅角色咧，係做一個 A V 嘅，即係拍 A V 嘅一個輔導員啦。咁就由日本翻嚟嘅。咁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就同阿 Bottle 有一個相遇啦。咁啊，佢好有理想嘅，即係好希望香港都可以拍到一個即係 A V 嘅片啦。咁樣咁就但係佢兩家人就即係有一個鬥爭，咁所以佢同 Bottle 嗰個關係咧都有個即係障礙喺度嘅。咁啊，睇下佢哋點樣可以。打破呢個障礙，就一齊發展呢個感情。